周老师做了一个东西，我把它称为叫做能量咒语。在座各位，语言是有能量的哦。圣经原文记载四个字，言即肉身，你讲的每一句话到最后都会变成现实。所以穷人为什么穷？因为穷人口里面讲的全都是负能量的话，我好穷啊，赚钱哪有那么简单呀，万一亏了咋办呀，是不是？富人为什么富？因为富人讲的所有的话全是正能量的。周老师就开始把我看的所有的书籍，可能一本书我把它划成了一句话，变成了一个咒语，可能上了一个课把它化成了一句话，变成了一个咒语。我就每天早上开始念那段咒语，每天早上一醒来我就放一首欢快的音乐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听一首欢快的歌可以让你开心一整天，结果早上起来听那个悲伤的歌，他妈让你悲伤一整天。听欢快的歌你开心了，哇，一天什么都顺，听悲伤的歌你伤心了，他妈一天什么都不顺。所以我每天早上就放一首歌，欢快的歌，然后就开始念那段能量咒语。今日我是必成，今日是我事成之日，感谢这美好所有的一切，我很开心，我很快乐，我很健康，我很富有，今天我会顺顺顺顺顺，今天幸运女神与我相伴，今天机遇女神光临我的生活，太棒了，今天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，充满了爱，充满了财富，充满了感恩，充满了健康，充满了和平，太棒了。然后就天天念，天天念，天天念，我是百万富翁，天生的百万富翁，他妈念了不到两个月就变成了百万富翁，我又开始念，我是千万富翁，天生的千万富翁，他妈念了不到半年又变成了千万富翁，我又换词了，我是亿万富翁，天生的亿万富翁，我是成功的企业家，我是富有的投资家，我是超级演说家。这段咒语我念了13年，在周老师开始讲课的时候，每天早上都带着我的学生一起念。后来我的学生反映，周老师啊，上了你的课以后不知道学了啥，反正回到家哇靠，财源广进啊，能量爆棚啊，但是一不上我靠又回去了。我后来发现，因为在上我的课的时候大家都跟我一起念，结果一回家没有人能坚持。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？真的各位。所以周老师就想他们怎么样让这些学生不来上我的课也能量爆棚呢，我就把这个能量咒语把它变成了一首歌。每天早上只要打开酷狗音乐、QQ 音乐、百度音乐，搜索周文强老师的名字，你就可以跟着这首歌一起唱。只要你一唱，你的能量就会哇哇哇哇哇往上上。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由能量构成的。爱笑的女孩运气再怎么差都差不到哪里去。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，比如说吧，我的第一句话是非常有能量的，今日我是必成，今日是我事成之日。真的各位，这句话不要小看我，很厉害哦。我以前做房地产，我刚好找了三个客户签了3张单，正在谈单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单能不能签成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今天念了一句今日我是必成，今日是我事成日，我靠，下午那张单就签了。这叫宇宙吸引力法则，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？而且在座各位，你一定要搞清楚，这个世界有两种能量，一种能量叫负能量，一种能量叫正能量。你为什么今天什么都不顺？因为你跌落到了负能量里，你知道吗？第一，你身边的人有负能量，你被他们拉下去了。第二，你自己不小心讲的话是负能量，把自己给带进去了。听懂我正在说什么没有？在座各位，你不相信，你现场你们可以自己回家做个试验，然后放一首激情的歌，然后念太棒了太棒了，我是最棒的，念完以后你浑身充满力量。放一首悲情的歌，念太烂了太烂了，我是最烂的，念完以后你他妈浑身没有力量。听懂意思没有？哎，语言是有能量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各位，你们去上过很多老师的课，很多老师都带你们念过口号，我是最棒的，如果我不能我就一定要，如果一定要我就一定能，我要成功我一定要成功，都念过吧？来，我想问一下，我要成功和我一定要成功这句话好不好？这句话是负能量。当一个人念我要成功的时候，就证明这个人的潜意识认为自己不成功，所以才要成功。当一个人念我一定要成功，就证明这个人得失败成什么样。宇宙当中最有能量的两个字叫我是。当你念我是的时候，整个宇宙都在洗耳恭听，我是成功的，我是富足的，我是健康的，我是亿万富翁。听懂意思没有？各位，那还有两个字更厉害，可以瞬间把你生活当中遇到的负能量变成正能量，叫做太棒了。跟周老师接触你会发现，周老师经常的口头禅就是太棒了
太棒了，经常念，你经常念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真的，你的生活会越来越棒，你会越来越棒，你能听懂吗，这个各位？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歌词拿过来，这四天首先要学会一首歌，如果这首歌学不会，四天的课你也不用听了，听了你也听不会，得先把这首歌学会，因为这首歌可以让你瞬间把你的负能量消除，让你进入正能量，好还是不好？来看一下啊，今日我是必成，今日是我事成之日，感恩着美好所有的一切，我很开心，太棒了，我很快乐，太棒了，我很健康，我很富有，我很丰盛，我很富足，我很喜悦，我很成功，我很年轻，我很漂亮，我很强壮，我很阳光，我很幸福，我很聪明，都是你们想要的，人世间想要的所有一切全在这里面了，没有了，我很智慧，我很开悟，我很觉醒，我很感恩，我很正能量，今天我会顺顺顺顺顺，今天幸运女神与我相伴，如果你是女的可以改词啊，改成今天幸运男神与我相伴，今天机遇女神光临我的生活，太棒了，今天是多么美好一天啊，充满了爱，感恩，喜悦，财富，健康，好运，祥和，和平，感恩着美好所有的一切，我是亿万富翁，天生的亿万富翁，我是成功的企业家，富有的投资家，我是超级演说家，我是超级领袖，哎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，会唱的一起来，来全体起立 music， 跟周老师一起唱啊，会唱的一起来啊，不会唱的最起码太棒了和 yes 我是你们会唱，跟周老师一起好不好，来鼓起来，今日是我事成之日，感恩这美好所有的一切，我很开心，太棒了，我很快乐，太棒了，我很健康，太棒了，我很富有，太棒了，我很丰盛，太棒了，我很富足，太棒了，我很喜悦，太棒了，我很成功，太棒了，我很年轻，太棒了，我很漂亮，太棒了，我很强壮，太棒了，我很阳光，太棒了，我很幸运，太棒了，我很幸福，太棒了，我很聪明，太棒了，我很智慧，太棒了，我很开悟，太棒了，我很觉醒，太棒了，我很感恩，太棒了，我很正能量，太棒了，今天我会顺顺顺顺顺，今天幸运女神与我相伴，今天机遇女神光临我的生活，太棒了，今天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，充满了爱，充满感恩，充满喜悦，充满财富，充满健康，充满好运，充满祥和，充满和平，好不好听，一定要学会，每天在家唱，太棒了，会让你一天心情好，能量爆棚，把宇宙当中所有的一切都吸引到你的生命当中，好还是不好，感恩着美好的所有一切，我是亿万富翁，天生的亿万富翁，我是成功的企业家，我是富有的投资家，我是超级演说家，我是超级领袖，我是开心的，我是快乐的，我是健康的，我是富有的，我是丰盛的，我是富足的，我是喜悦的，我是成功的，我是年轻的，我是漂亮的，我是强壮的，我是阳光的，我是幸运的，我是幸福的，我是聪明的，我是智慧的，我是开悟的，我是觉醒的，我是感恩的，我是正能量，充满了爱，充满感恩，充满喜悦，充满财富，充满健康，充满好运，充满祥和，充满和平，
好不好听？一定要学会啊！